るところですの。あなたお気になってお見送りなさる。ちょっと目が覚ましてるのよ。上午做视察员，凑巧遇上帝国大学的同学永年。以前秦淮比现在漂亮多了。你现在看什么都漂亮。对啊。哎，小二，快去！太客人。走。哎呦，这就再过来喝。蒙上，给他蒙上。蒙上，蒙上。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不是，我倒是行，只要他答应就行了。王春，王春先生，喝醉了，快点，先拿个毛巾来。是好吃啊，真搞不懂你一大早能吃那么多。哎，我在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什么？啊！刹那的感动，对于这个女子，没想到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少女把我的创作欲望化为乌有。睡觉啦。家里的是啊，叫田租嘛。听见没有？我妹排队不是一样吗？东西吃也不叫，吃吧。